出场，气势果然不同凡响，台下歌迷近距离看到偶像，好兴奋。好歌一首接一首，阿妹的新专辑一次在这里听个够。三月过去了好几周，世界开始有点热。同样是大彩虹音乐节，同样是唱压轴，姐姐谢金燕前一晚被赶下台，场面尴尬到不行。这一天换阿妹，她突然蹦出这段话，刚是口水呛到。我要控制，要控制，对不对？不能讲太久，对不对？即便是姐姐这种电音女王都会被赶下台，天后级的阿妹如果超时会怎么样，谁也不敢说。不过明眼人一听到这段话就知道语带讽刺的成分居多。唱压轴，这一晚演唱会准时在10点钟结束。经历过了前一晚，谢金燕倍感泪洒舞台，忍辱唱完姐姐，主办单位被骂了一整天。这晚场控再也不敢大意。东森新闻董一贤、蔡双全在高雄采访报道。